高县位于河北省南部，太行山东麓，隶属于邢台市，是邢台市一城五星都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总面积788平方公里，辖五镇四乡，常住人口 26.66 万，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位居邢台市第一平台县行列。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。内丘是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、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、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、全国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、全国平安铁路示范县、全国绿化模范县、全国生态文明先进县，被评为中国荥阳文化之乡、中国扁鹊文化研究中心。内丘县资源丰富，中药材和农产品产量可观，赴岗苹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旅游方面有雀山、寒山等自然风光，长寿白果庄园、赴岗山庄等生态景观，扁鹊庙、荥阳遗址等人文景观。